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社区好新闻，我是洪静怡。接下来透过镜头一块来关心高雄市街头巷弄的温馨大小事。高雄港日前传出入侵红火蚁出没，还好经过市府农业局介入防治后已经控制。不过为了让相关单位更了解红火蚁的监测和防治，市府农业局邀请相关单位参加讲习，民众如果发现红火蚁也可以通报农业局来协助处理。参加讲习的人员上前观看入侵红火蚁的标本，它的头部有明显的中齿，咬到人后皮肤会灼热疼痛，如果再被它的腹部蜇针注入毒液，会造成过敏，严重的话甚至死亡。对这个毒液过敏反应比较敏感的人，他就会起水泡，接下来如果你去抓它，它就会形成所谓的蜂窝性组织炎，那更严重的话，它就会造成所谓的休克等等的这些。市府农业局表示，今年五月高雄港务公司通报一直载有原木的货柜发现入侵红火蚁，经过市府农业局介入防治后已经控制，并没有扩散。不过为了让相关单位更了解红火蚁的监控和防治，市府农业局邀请相关单位参加讲习。目前已经进行做所谓的防治工作，红火蚁把它控制在这个港区的这一个货柜区内，所以并没有扩散出去。那只要有入侵它领域的生物，它就会把它取食，好，会攻击它。至于入侵红火蚁的防治，除了使用饵剂和药剂消灭之外，还可以使用废水和水淹的方式处理。如果无法自行处理或者根除的话，还是可以向区公所或农业局请求协助。在水里面添加一些清洁剂，那它就会因为破坏表面张力，它就会沉下去，接下来它就会淹死。那我们也会派员去采样送鉴定，好来好让我们所有的民众能够放心。入侵红火蚁不是一般的红蚂蚁，领域性强，具有攻击性。如果发现蚁丘时，千万不要惊动或干扰，也要避免赤脚在草地上活动。社区好新闻，李义清、赖昌邦采访报道。高雄中山工商参加第48届全国技能竞赛，在中餐烹饪方面，不仅穿金戴银，还产生六年来首位的女食神，完成史无前例的6连霸。而面包制作也不遑多让，勇夺冠亚军。学生靠着扎实训练及长时间的练习，成果首屈一指。第48届全国技能竞赛，中山工商学生在中餐烹饪项目穿金戴银，第六年抱回冠军。其中长相清秀的柯彩媛，光是甩锅就练了一年。不过她认真苦练，终于拿下金牌。虽然讶异，但非常开心，感谢学校及老师无私的教导，成为六年来首位的女食神。我有被吓到，为什么？就本来是觉得自己不会得名，比初赛的时候很紧张。然后这次就比较不会那么紧张，都是利用课余啦，只有比赛前再稍微利用假日，加强一些训练，那主要就是学生他肯学习，然后学校提供很好的资源。此外，这座以表情夸张的烘焙师为主角，双手弹吉他，摇滚的 rock 手势相当生动。有强烈个人风格的艺术面包制作选手黄小婷也勇夺冠军。虽然在比赛过程中还忘记加酵母，但是他临危不乱，顺利的拿下金牌。我就用一个表情很夸张的厨师，然后做其他延伸，然后一些有做面包，然后也有音乐的东西结合，就是有时候可能在练习的时候会煮到最后，然后突然全部倒掉，就是又要重做一次，然后做这个都要花上那个一整天的时间。除了金牌，中餐烹饪内还拿下银牌以及第四、第五名。面包项目除了金牌也拿下银牌。中山工商校长林昭义说，学生们在各自的领域发光发热，全校师生与有荣焉。透过扎实训练和长时间的课堂练习，果然成效斐然。社区好新闻，张世明、洪静怡采访报道。看诊时，如果民众都挤到大医院，不仅会浪费了等候时间及荷包，还会排挤到重症病患需要的医疗资源。高雄荣总携手南部约300多家诊所，透过垂直整合，让每位转诊病患的治疗情形或是用药资讯都能够互相联系，不仅省时省钱，更省力。
许多民众习惯生病就要往大医院去，造成大医院总是挤满病患，但其实这样会排挤到重症病患需要的医疗资源。健保署就选定高雄荣总为这一次南部医界分级医疗双向转诊的示范医院，希望让医疗资源发挥最大效益，让大家获得最适切的照护。我们在看到他高雄跟我们的相关的诊所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默契，那我想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说我们是希望我们的分级医疗能够做到说处病后遗书侠苦后本意，那民众就不要害怕，我们就是由我们的有一个家庭医师来帮我们做一个好的照顾的时候呢，而且病人有需要进一步在医学中心看病的时候，我想我们那个高雄的系统会接手。高雄荣总携手南部约300多家诊所，透过上下游垂直整合，让每位转诊病患的治疗情形或是用药资讯都能够互相联系，希望民众能够有正确的分级就医观念，不仅能够省时省钱更省力。卫生署为了要展开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它其实在好多年前就开始编预算，先建立了云端药历，也就是我们所有的病患他在全国哪里用的药，每一个医生都可以透过这个云端药历能够查得到。后来又建制了检查页，做了什么检查，有什么报告，也可以在这个全国都看得到。绝大多数的诊所医师都是从大型教学医院训练出来的专科医师，专业能力都有一定水准，提醒民众不论大小病，先到社区诊所鉴别诊断，再透过转诊制度就能够达到医疗分级，把资源留给最需要的人。社区好新闻，张世明、洪静怡采访报道。有一种针对银发长辈专用的提示能量表，希望借由测试和记录掌握长辈的体能状态，也能够针对较弱的部分加强训练，减缓老化的速度。站起来走路或抬起脚爬楼梯都需要使用脚的力量，而用手拿东西拉椅子就需要用到手的力量。在30秒内从坐着变成站着，能做几下就能测出下肢肌耐力好不好？下肢的肌力我们就是请老人家就是坐在椅子上，然后看他在30秒内可不可以坐到站，他可以站几次啊？好，这个就是代表说，他如果站越多次，代表他下肢肌力很有力气哦。另外，心肺功能好不好关系到呼吸和血液流通顺不顺畅，能够把氧气和养分送到每一个细胞，在30秒内原地踏步可以踏几下就能够测出心肺功能好不好。有些人可能踏太快他会很喘，所以我们就会以就是他可以踏几次判断说他的心脏肺脏够不够有力气，那个血液循环好不好，如果血液循环好，当然他做很多事情就比较不容易喘。而平衡感和柔软度也是长辈要注意的，单脚站立测试平衡感，走路就不容易跌倒，两手上下向后交叉的距离测试柔软度，平时弯腰抓背就不会有困难。我就捡个东西就扭伤拉伤，所以我们怎么知道他的柔软度好不好，所以我们就会例如说会抓背啊，看他的手可不可以两边手合起来，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椅子上往前摸，看可不可以弯，可不可以碰到脚啊。这些高能体适能检测量表是103年推出的，长辈可以依照自己的性别和年龄层，就能对应出每项机能检测的成绩是否在正常范围，如果没有的话就要加强运动增强体能。跟我们自己同年纪的人去相比说，我跟我们这些比较同年纪比较健康的人比，我跟他差多少，那我当然就要努力的去运动啊，改善我这些啊，让我可以跟大家是一样的。长辈年纪大了，身体机能难免慢慢退化，但是只要平常多运动，不断训练身体各部位的肌肉，出多少力就能够存多少力，身体状况就能保持良好，老得慢。社区好新闻，李义清、赖昌邦采访报道。深耕在地，热爱高雄，社区好新闻，欢迎大家一起来收看，赞！幸福高雄，乐在宜居，社区好新闻，报道邻里大小事，欢迎大家一起来收看。乐活宜居，美丽港都，社区好新闻，关心社区大小事，看了好新闻，自然就有好心情，赞哦！继续来关心社区好新闻，带给大家哪些好新闻？
高雄市四维长金中心举办一起玩童年混龄童玩比赛，邀请长辈和孙子们一起玩古早童玩，传承充满智慧的民俗技艺。童玩比赛开始，祖孙两人组成一组比赛射纸飞机，先把纸折成飞机之后，再到起点把飞机射出去，看谁飞得最远，有的一飞冲天，有的竟然倒退撸，大家都玩得非常开心。射飞机之前当然姿势了什么都要摆好，可是我没有想他又回来了。从前就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啊，哎，玩的东西想让他们看一看。我在这边当志工啊，有这个消息。礼拜六下午都带他去打羽毛球，啊，还有教他骑脚踏车。脚踏车的现在我也刚才起来，就很高兴。除了童玩比赛之外，一旁还有圆游摊位，像是画糖和弹珠台等。阿公阿妈也带着孙子们来回味小时候玩的童玩，小朋友觉得好有趣。我们有时候就到夜市去啊，他们小朋友看到很好玩。啊，我们就先玩，他们就跟着玩，结果他们玩的比我们更多。有时候比较大力，有时候比较小力。所以他跑的那个格数就会不一样，对不对？对。好不好玩？好玩。勾扎时代没有手机，也没有网络，阿公阿嬷就是拿着这些随手可得的东西，变化成各种有趣又斗志的童玩。四维长青中心就有举办混龄童玩比赛，让小朋友和阿公阿嬷相互交流，也大开眼界。七斗米啊，物件放底下在做展览哦，啊，让这些小孩子也能够知道说，原来以阿公阿嬷以前在耍的是这款游戏。那我们也透过一些活动，让长辈可以去跟这些孙子们传承啊，依照我小孩的时候，我这童玩吼是安怎耍的。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想法，连小时候玩的童玩也随着年代不同而出现这么大的差别。借由混龄式的主题活动，增进祖孙之间的互动和了解。社区好新闻，李佳龙、赖昌邦采访报道。爱河是高雄的生命之河，市府在县市合并后积极重塑爱河景观。代理市长许立明表示，市府将规划爱河上游草滩皮为志宏公园，保有爱河水系源头历史样貌及生态环境外，更可以大幅提升当地的志宏能量。市长许立明前往仁武八卦社区活动中心，听取水利局和地震局针对爱河上游整治的简报。由于爱河上游的草滩皮因为原本的都市计划将被填平，经过地震局和都发局的努力，终于完成公办重划和都市计划变更，节省整治经费28亿元，让原有的地主可以获配这一个重划之后他比较好的环境跟土地，透过公办土地重划可以这一个节省大概28亿的这样的一个经费。在内政部核定都市计划变更后，地震局将进行重划区地上物查估补偿和计划道路开辟。明年5月，水利局将进场施工，进行爱河上游700多公尺的河道整治和草潭皮南北两个滞洪池的开辟。滞洪量大约6万吨，可解决当地淹水问题，让爱河溯源可以成真。那我们希望在今年可以完成都市计划的调整，那明年5月动工。在后年的9月，这一个整个爱河的最后一里路，爱河溯源的计划就能够全部完成。市长许立明感谢都发、地震、水利等单位通力合作，让爱河上游最后一里路再造工程能够正式启动，不但解决淹水问题，也节省公帑，更让高雄生命之河爱河能完成全流域的整治工作。这20年来，一步一步让它完成，恢复到原有的这个风华，我相信这个对高雄人的历史记忆来讲，会有很高的这样的一个价值。爱河整治从前市长谢长廷时代就持续推动，在县市合并后继续往中上游推进，如今正式完成爱河上游最后一里路的再造工程，让爱河重现指日可待。社区好新闻，李义清、赖昌邦采访报道。高雄邮局关心银发长辈，鼓励大家多走出家门，特别在邮务大楼举办银发欢唱真邮趣卡拉 OK 欢唱活动，大家奋力欢唱，现场气氛欢乐温馨。高雄邮局希望用爱陪伴长辈，更祝福他们快乐吃饱饱。阿公阿嬷
对唱起情歌，架势十足。这里是高雄邮务大楼，高雄邮局为了鼓励65岁以上的长辈多走出户外与大家交流，特别举办中华邮政不老活动银发欢唱真邮趣卡拉 OK 欢唱活动，希望长辈们唱得开心，玩得开心。中华邮政办理这个活动最主要的目的，在鼓励长者走出户外，能够从事一些对身心有益健康的活动，结交一些好朋友，透过这样一个方式呢，能够让身心更健康，能够减少政府的长照支出。不仅鼓励长辈高歌一曲，现场还邀来专业老师表演，长辈们玩得不亦乐乎，周边更进行抽抽乐摸彩，大家抽到礼物都好开心，只说真的很感谢邮局如此贴心。局长有这个心情来照顾我们这些年长的，而且不嫌弃我们这个员工的子弟，非常高兴。我自己的本身年纪很大了，耳朵不行，只能够欣赏看他们的活动，非常感激邮局。高雄邮局关心长辈，举办活动不遗余力，这次期盼长辈们借由唱歌多参与社会活动，拓展人际关系，也祝福长辈们快乐过生活，健康假发衣。社区好新闻，林庭阳、洪静怡采访报道。义甸长期捐款人吴志明医师得知凤山早疗中心的幼童专用车车龄老旧，必须换新的。他与太太决定赠送一台全新的专用车，让偏乡的漫飞天使能够在交通车的接送下，安全安心的接受早期疗愈。漫飞天使坐在新车上，小手不停地探索，大家看起来都相当兴奋。这台幼童专车是诊所医生吴志明以及夫人邓如华知道凤山早疗中心的幼童专用车车龄老旧，必须更换新的，两夫妻决定赠送一台全新的专用车。在捐赠仪式上，漫飞天使献上自己做的卡片，更祝福他父亲节快乐，让他相当感动。那在后面的当中一个阴错阳差，好，我太太说要把买车子的钱把它捐出来，就是在这个车子，就这样就 OK， 所以我们就决定捐补这部车子，这也是我们捐的，应该说我们的捐的第一部车子，那我们朝第二部，请你们努力去，好不好？夫妻俩长期致力帮助早疗中心。吴志明医师过去曾因为中风导致行动不方便，如今身体康复，两夫妻希望能够付出一点力量，抛砖引玉，做爱心。也让我们感受到，原来我们对社会做一些事情，或对人做一些关爱跟爱心，可以回馈到我们的身上。当然，我们做这件事不是为了自己，只是想说，我们刚好有这个能力，在社会上，我们的生活也比一般人要来得好，那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协同夫人共同发挥爱心，让师长及学员不必再忧心交通工具。义甸基金会及家长都相当感动。那发展迟缓的孩子呢，他们住在林园大树大社哈，那其实舟车劳顿非常的辛苦哈，那因为有这辆车可以让他们来到这里来学习哈，而且真的是希望早疗快乐学习，非常棒，谢谢吴志明医师的大爱。因为之前小朋友生下3天他有出车祸，然后撞到摇晃到头，我就不敢骑机车带他。有这辆车子，我觉得对我蛮方便的啦。凤山早疗中心服务区域南北狭长，单程的交通有时候就要1个小时以上。如今有了新车，让学员们每天搭车平安返家，欢喜的心情洋溢在家园每一个人的脸上。社区好新闻，张世明、洪静怡采访报道。为了推广电动车，市府交通局寄出停车免费的优惠措施，从7月起，电动机车路外路边停车场全部停车免费，纯电动汽车除了路外停车场免费外，路边停车每天6个小时也是停车免费。不管是进入路外停车场停车或是路边停车，一般燃油的汽车都要缴交停车费。不过从7月起，纯电动汽车和电动机车都享有路边和路外停车优惠。机车的部分，在全市的一个公有的包括路外以及路边的一个停车空间都是享有免费停车的一个优惠。
那电动汽车的一个部分，这是在公有的一个路边停车场，是 每天是六小时的一个优惠，然后计次就是一小时的一个免费。那在路外的部分则是全天候的一个免费。市府交通局表示，这项政策适用于公路监理机关登记在案的电动机车和纯电动汽车，车主可以依照各路外停车场的现场公告方式取得优惠，油电混合的汽车就无法享受这项优惠。油电混合车还是以油为主，那在低速行驶是在辅助以电动来作为发电的一个动能。那所以这只是在发展电动车过程的一个过渡型的一个产品这样。对啊，我说以前我汽车想说换成那个纯电动的，这样比较好了。对啦，因为 也不会那么难过了，那个味道那么重。至于机车的部分，停车收费员可从外观有无排气管和车牌的部分判断电动机车和燃油汽车的不同，不会多开停车单。那这份我们有要求开单人员会针对排气管的部分去做一个辨识。就是一般的燃油机车它是有排气管，那电动机车是没有的。政府首先推出这个一个利多的一个政策，对环保节能减碳，推动民众来汰换这些油料车的部分，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政策，我们乐观其成。高雄市目前还是以燃油车占绝大多数，为了减少私人运具污染源对人体和环境的伤害，市府交通局希望这项电动车辆停车优惠方式能唤起全民共识，力挺绿色运输，对抗空气污染。社区好新闻，李义清、赖昌邦采访报道。接下来一起来关心社区放送头有哪些值得注意的消息。港都农民力带您一块来关心明天的运势究竟如何。明天是国历九月六号星期四，农历七月二十七，适合捕捉、破土、安葬，不适合嫁娶、入宅。冲阳煞东方，四岁和六十四岁的民众要特别注意了。以上就是今天的社区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祝福观众朋友天天都有好心情。我是洪静怡，我们下次再会。We'll be right back.
木头是一种会呼吸、有记忆的材质。我们在老屋拆除下来的木料中，寻找属于记忆的独特纹理，透过年轻的双手，连接起过去与现在的心。看见在地人的心，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高雄最美的所在伫咧区里。袂歹。一步一区，一卡一里，阮做伙来用心发现最美的你。每礼拜四下午九点，请准时收看《最美的你》。市政建设，议会监督，人文关怀，最关心高雄的新闻，港都新闻。深入区里，贴近关心，励志人物温馨故事，就在社区好新闻。最高啊，那亲像伫咧过生活，简简单单，一点嘛袂复杂。不过，那是有用心，同款嘛会做出让人感动的好滋味。看见在地人的心，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自从接下爸爸的牧场，我不断尝试各。